拢穿这吼，啊！我现在心还没办法安定，因为现在才是紧张的时刻。那到底吃起来怎么样？你要吃吗？这吃看嘛呀，对啦，这吃看嘛。啊，今仔买。嘿，安怎？无剩吗？无啦，八斤啦。今仔日饲鸭买啊。你今仔日养几只？哪边啊？这种菜名呢？有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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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！妈，母亲节快乐！快乐，谢谢。你要叫我妹妹子涵大姐。我妹妹子涵大姐。我是谁？母亲节快乐！我是谁？是美女妈咪，是不是？有感觉嘞。我已经给你瞪白眼。中间这个是花雕鸡，要要沾到下面的酱。有酒，你要用很具体的。饮料喝完了。你要用很具体的形容词来形容。还有呢？没有了没？没有了没有了，你坐在喝。买来给酱喝。我再给你汽水给你喝，喝汽水。目前吃到第一道，我觉得这道是最好吃的。哎呦。哪一道？花雕，对啊，花雕就香。
龙海鲜中。你这个会不会让我受宠若惊呢？错啊！怎么思考这么久？比阿姨还要好吃，阿姨煮的还要好吃。可是这样，我没有什么高兴的感觉。因为小弟说是要我做，不是，因为打扮成这点就。哈哈哈哈哈。这边好像还有哦，等一下，你可以整体来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是谁呀？办得很成功。真的吗？讲了一副好像比阿姨。对，阿姨煮的还要太多了，刚刚说阿姨，我们快要超越外婆干嘛？啊，每一道菜都很好吃啊！除了说之外，超越外婆跟阿妈，快要超越外婆跟妈妈，哦，妈妈还差很久嘛。说超越妈妈的脚吗？哇，你好厉害哦！你没有留意到桌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吗？哇，谢谢你！那是乌龟，里面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些为了感谢你，我亲一下好不好？你有看到了，因为他在制作过程中。再播一次吗？你要再播一次给我。张嘉宾问老爱给披萨。又是第一次演播的，有没有了？他有先播起来，播中间，然后留。林凯义、林佩宇，那边有一道是体恤，可以妈妈们。这么平常，这么辛苦，何必在这么特别的日子还要吃个虾，还要剥虾呢？相当贴心的一个设计。啊，面呢？面怎么样？刚刚说好吃。我说我的虾呢？来剥。我的虾呢？晚上让你带回家嘛。你不是要剥给我的吗？带回家洗碗，不要客气。再剥一只。这毛在哪一边？那大姨啊，哪有来可以让哥给小寡？哈哈哈哈哈！来讲你这，咱哥这条做几块？做较细碗，阿明阿婶，请你遐姊妹啊，搁一袋。这鱼很好吃的。你们说你们的朋友，这鱼很好吃的。怎么好吃声此起彼落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不当厨师实在太浪。怎么说？你不知道他搭的是什么？你的做的有点创新了，很有创意。觉得很好，名字记得起来吗？对呀，记不起来。芙蓉海鲜粥。你在那里讲，凯凯都不理我。对，花雕鸡。花雕鸡。叫啊！你记不起来？啊，这个鲜虾粉丝煲。他的什么啊？他的东西吗？对呀。啊，这个名字我很喜欢。他在玩什么东西？彩虹石书。他玩什么东西？啊，你觉得口味怎样？不错，我觉得。没有有哪一道是觉得奇怪的？不会啊。为了这一餐，我面临很多的艰难险阻。画出来。煮到一半，还要出去，我还要出，先摆着出去买午餐。真假嘞？那你拿冰啊？你拿不要打雪仗？真的吗？
吃水果。那你帮我剥了吗？你要下次要剥给大爷，知道吗？啊，我先没剥了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只有下个头而已。啊，你坐好，坐好，坐好，坐好。只是这个头而已。老妈妈来，把积木按的。妈妈，那个给你。哎呀，那是虾尾巴，我请你吃虾尾巴，跟这个虾。哎呀，那可以吃。